验。我们来看看，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，因没有极限，为你打鸣。这吴刚啊，为你，我干了些啥？怎么一到介绍我的都是这种词儿？他今天本来的曲目是我们的压轴曲目，叫做《为你打鸣》。重点是旁边小姨也不知道要干嘛，你知道吗？拿起了手卡，救救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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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肯定是我们俩花钱那个故事，对不对？它是一个戏曲里面《游园惊梦》，它里面的一句词形容我们两个的错过。对，我没有想到，就是刚 Y C Y U 合体，然后突然间我又接到了一个私活。然后我突然间就看到了孙怡，我说哇，这位妹妹真的是貌美如花，我们俩一锤定音就整了这个表演，即兴的呀。也不能这么讲。哎，这个事儿其实我有一点补充。七年前我们在拍戏的时候，就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休息的时候就聊起了各自的梦想，别人的梦想我都已忘记了，我就记得孙怡说她的梦想就是蹦迪。没有，不是蹦迪，是开演唱会。但他当时原词说就是蹦迪，而且还有备注的，就得穿着皮裤蹦迪。哎呦，来了，今天你的梦想，我的梦想实现了。今天家里是管多严呀，不让穿皮裤蹦迪啊。不是，他要一个舞台，你没懂。哦，然后舞台等了七年，终于等到了这个舞台。这首歌非常的有难度，也非常的复杂。他的舞蹈风格是偏柔软的，但他的歌曲类型是有 rap， 而且还有英语，而且还有一些混合的元素在里面。没明白你们要唱芭蕾说唱是吗？要非常柔软的唱说唱。哇，你们的表演是不是精彩的配得上这么多的烘托呀？期待英文的 rap。 哇哦，彩虹灯笼高高挂，彩虹灯笼高高挂，穿着旗袍迈过大道坎。
说透你耶耶耶，北方有佳人却视而独立耶耶耶耶，去一旁落地快乐中国姑娘八岁了，我不想再见到门前大红灯笼高高挂，刚才我们的若云说吴昕是梦想助力官，心态一下变了，本来想接个私活，一下子助力梦想，皮裤助力官，我太棒了。